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，请您将您的手机调至静音或关闭状态。场馆内禁止吸烟。观看比赛时，请保持赛场安静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拍照请将闪光灯关闭，谢谢合作。欢迎大家来到悦城广场乔氏杯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黑龙江华南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33-40组第五场，1-8组第七场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马红旭，运动员韩宇，印度选手辛格蒙加。二号台裁判员傅依冉，运动员陈志刚、魏岩。三号台裁判员刘东来，运动员向代平、郭威。四号台裁判员杜怀玉，运动员苏明、张亮。五号台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刘大伟、马海涛。六号台裁判员刘欢，运动员张道伟、管震。八号台裁判员彭湘瑞，运动员吴伟、谷雨鹏。九号台裁判员董春波，运动员王义丹、董华东。十号台裁判员王小月，运动员魏云龙、杨如。十一号台裁判员何小雨，运动员杨光、韩涛。十三号台裁判员高妮妮，运动员冯喜才、马欣。十四号台裁判员赵帅，运动员蒋龙、吴京。TV 二号台裁判员徐锦言，运动员温铁军、刘勇。TV 一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记录裁判员李云龙、张宝，运动员张铁柱，葡萄牙选手利物浦维森特。下面比赛开始。菲利普维森特，你好。张铁柱，你好。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听我口令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菲利普·维森特获得开球选择。
比赛开始，第一局，菲利普·维森特开球。
第一局，菲利普·威森特胜，比分1-0。谢谢。第二局，张铁柱开球。开球时机，开球时机。A legal break。继续。是。继续击打。
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。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。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第四局，张铁柱开球。
上个月。这是。上个月，自由球。犯规。四球。犯规。自由球。犯规。自由球。
第四局，菲利普·威森特胜，比分2-2。谢谢。5 minutes time out.第五局，菲利普·威森特开球。第五局，菲利普·威森特胜，比分3-2，开球请台。谢谢。第六局，张铁柱开球。开球时机，逆开球时机2次，再有1次，判负1局。稍等，有play。
you play? I break. Break. I break. OK. 重新开球。第六局，菲利普·维森特开始。开球时机，继续，重开，你开还是选手？对，我看，你看，重新开始。第六局，张铁柱开局。延时，
赛时间已过半。第六局，张铁柱胜，比分3-3。三 K。孙斌大米产于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南岸，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带腹地，土质肥沃，是国家优质水稻基地、国家绿色食品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。孙斌大米经手30年，只卖新米，严选新稻，一年一季，杜绝陈化粮，为家人选好米，就选黑龙江名牌孙斌大米。第七局，菲利普·威森特开球。
第七局，张铁柱胜，比分4-3。第八局，张铁柱开始。10秒，五，
第八局，张铁柱胜，比分5-3。谢谢。第九局，菲利普·威森特开球。
第九局，张铁柱胜，比分6-3。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。五分钟未到判负一局。Time for 5 minutes. Time out. I asked you for a time out. Five frames ago. Fine. I can't. He came. I told you at 2-2.3年人工省9万，厂家包安装。9万集球器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。销售热线400-6060-147-2。华南龙邦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，是一家以华南特产的优质无糖南瓜籽为原料，精致加工的南瓜籽植物蛋白饮料和白瓜籽代餐粉的民营企业，产品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，让消费者喝上呱呱胶，身体呱呱叫。泉水，长白山的春夏秋冬。老伯，追上啊！来啊！太平了吧？库性这么好？啊？追上啊！乔氏金腿追分神器。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这第几局结束？张铁柱。第十局，张铁柱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局，张铁柱开球。
本场比赛结束，张杰助胜，比分7-3，恭喜。谢谢。开球平台。拿单子，拿单子，请。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。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。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严正声明。我司就近日频繁收到关于乔氏钢库、乔氏石库是否乔氏所出新品的问询，发表如下声明：除 JOY 乔氏外，市面上其他含有乔氏、乔牌等字样的球桌品牌，均非秦皇岛乔氏台球桌厂出品，其品质与正品 JOY 乔氏球桌存有较大差异。我司目前已对乔氏钢库、乔氏石库等商标向工商总局正式提出无效宣告请求，并将保留进一步追究乔氏钢库、乔氏石库制造者、销售者及支架用甲者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即日起，全国有奖征集乔氏石库、乔氏钢库销售线索、使用线索，举报热线400-6060-147。孙斌大米产于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南岸，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带腹地，土质肥沃，是国家优质水稻基地、国家绿色食品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。孙斌大米经手30年，只卖新米，严选新稻，一年一季，杜绝陈化粮。为家人选好米，就选黑龙江名牌孙斌大米。在训练场，在职业赛场，以球员反馈，制定严苛标准。